开箱拆仓鼠猫咪用品。前面有一期我说了给猫咪换新的水碗和食盆，当当当当，新的水碗来啦！我们先来打开看一下吧。哎呀妈呀，好可爱呀！这个是猫咪的食盆，再来拆下一个。这个是猫咪的水碗，跟那个食盆是一套的。你说再没什么热情不会燃尽，再没有人会帮你开未来的门，听说在你心里头的装不进和谁的回忆，只可惜再也没有人起风雪一直等你。你说你也想过不想一个人，怎么感觉这个水碗有点歪呢？它好像真的是不圆，哎，就这样凑合用吧。再来拆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我买的摆件，感觉挺好玩的，造型应该挺不错的，然后就买了。一共是十个，这是我买的饼干模具，这个模具到了有一个月了吧，那段时间搬家也没有时间拆。直到你开始习惯和别人说你自己能搞定，才突然发现好像早已失去爱上谁的。买了一整套，这个是威尼熊的，这个是啥我也不知道，这米老鼠的，还有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关键是我看不出来呀。哎，再来拆一个模具，这个买了也有一个月了吧，这个买的是圣诞节的模具，本来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准备做门牙饼干呢，然后嘛刚好那几天搬家也没有时间做了，还是蛮可爱的。最后摆一个封面，好啦，大家拜拜，记得点赞关注爱你哦。